喂，请问您是哪一位？你好，Maddie，我不是 Anna，你记得我吗？我记得你的中文课的同学。今天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，你现在能去吗？有空能去，我今天一万在做没有。我们去饭馆还是餐厅？我觉得我们去中国菜的饭馆。我想也是，达帅旁边的饭馆吗？你告诉我怎么做吧。你从家里出来，往北走，到地铁，坐到中国城。我住的地方离饭馆很近，我在饭馆里等你。我做的饭比饭馆再好吃。我们一进饭馆，服务员告诉我们没位子了。我们等了40分钟。饭馆又小又脏，我肚子疼死了。我的肚子也疼了，我一去就疼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们出去一问吧。好啊，走吧。